What's up, dog？接着聊一聊，穷苦中产阶级要回国啊，一大难啊，比较难以决定的一件事儿。对于这个有小孩儿来讲啊，所以说呢，说一说我的体会，还有我身边的啊这个朋友所经历的，就是说呢，要不要带小孩儿啊回国？是这个小孩回国会不会生病啊？我有一同事啊，这个小孩现在差不多1岁多啊，问我要不要回国啊？正好我想说一说啊，现在应该是差不多了啊，该订票啊，也该订票了，还没有决定的呢。我想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啊，你可以我说一下作为参考啊，然后我再说一说我个人的建议啊。我先说一说这个从我。还有我身边的啊，这个朋友所经历的有小孩儿啊，我所说的小孩儿啊，这么来讲吧，5岁之前吧啊，我都说一说啊，这个我所知道啊，先做一个大体总结啊，我所知道的啊，包括我自己还有这个朋友带小孩回国的啊，没有任何一个小孩回去啊。不生病的，或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健康问题、健康上的问题的，没有任何一个，多多少少啊，都有问题啊，都会有遇到麻烦啊。这个我有另外朋友比严重的呢，啊，还是进了医院。我特别不喜欢中国这个医院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啊，没事就输液啊，就输液，这个。我小孩最早啊，在这边生病的时候，送了美国的急诊啊，他也没有去输液啊，也没有去输液。就是我当时看着这个，就是发烧，看着医生给他做的诊断的时候，往那耳朵里面啊，东方一捅，我说别，好家伙，你别给我捅聋了，我就看着有点这个胆战心惊。所以说呢，还没看见大针头啊，虽然我也是这个学医的啊，那学跟这个药剂师啊，但是呢。接触针头比较少，一般就是小针头，像输那种，不太常见啊，在这个药房里。所以说呢，对小孩来讲，您大针头一晃啊，我这个做父母的，好家伙，这心里就一颤啊。所以说呢，特别不喜欢这种治疗的方法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真出了问题啊，你经不住他那边吓唬，对吧？他一吓唬你说要不要输液啊？怎么样？你说哎，好，输液肯定管用啊，对吧？但是你。是不是真正需要输液啊？这是一个大问题。所以说呢，哎呀，自己决定啊。你如果是觉得输液是最安全、最有效的啊，可以啊，是这个自己做一个取舍。所以说，我说就是啊，我不太这个喜欢这个国内的这种对大人也好、小孩也好，特别是小孩啊，这个治疗这种方式。大人你说给我输液，我可以有选择。我说我不输啊，无所谓。但小孩呢，你一吓我就受不了这个。然后呢，回到刚才话题上，就是说，从我的小孩来，还有我身边的这个朋友的小孩啊，多多少少都有问题。他的小孩也是啊，应该是发烧或者感冒进医院就输液了啊，好像是往那个小孩这个血管啊，这个静脉找不到啊，好像是从脑袋上扎，当时啊，我听着好家伙，现在 anyway，我的朋友就是这个同事问我啊，那、这个他们两口子也是啊，就是比较。比较这个有不同意见啊。他的 husband 就说要带小孩回去，他就说不带小孩回去。他问我当时想带小孩，我说带小孩回去啊，马上就一下飞机啊就生病了啊。确实啊，当时我的小孩是18个月的时候啊回的中国。一下来之后呢，首先就是说，据他我没有回去啊，是他妈妈带他回去。当时据他也许有夸张啊，但是我就按他的。这个也许是夸张的这种说，就是说一下飞机说身上起一堆这个疹红的这个就湿疹这 rash 啊，起一堆这些东西，然后呢就是水土不服啊，其实就是对吧？吃东西，好家伙，吐的说是跟这个水龙头似的，是喷射状往外吐，哗哗这么吐啊！当时说要好像是回去一个月，好像怎么，好像是最后。回来了啊，就待了2个星期啊，就仓皇的跑回来了啊，跑来了。据他讲，就据据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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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讲啊，
也许你说夸张了，说一下飞机到了美国，飞机身上那些 rash 呜，全都没了啊，什么都好了啊，吃也能吃也能喝啊，什么都好了，这奇迹哈、啊。但是按照这个，按照水土不服这方面啊来这个解释啊，解释得通啊，解释在这个空气质量还有这些东西呢啊，对小孩这个都有影响。如果是皮肤跟这个空气离某些这个。有些过敏的东西接触呢，当然了，这边空气质量不一样啊，一回来的话，肯定是皮肤上这些东西会消失啊。这个吃的东西也许要缓几天啊，就是吃得下、喝得下啊，基本就好了啊。所以说呢，这是18个月的时候啊，18个月的时候，后来又应该是3岁的时候啊，3岁的时候又回去过一次，还是啊，这次呢，皮这个没有起这个湿疹什么的东西啊，这次是。但是呢，还是啊，水土不服啊，这个吃的不好啊，就是说这个，就是说吃不下东西，而且这个当时他那边亲戚还给那炖的鸽子汤什么的，好家伙，说给补一补，好，以前是圆脸，后来一看那脸都尖了，成小尖脸，瘦了一圈啊。我说，哎呦嚯，您这个是我儿子，我说这个真享福了，我活这么大几十岁也没吃过鸽子肉啊，鸽子汤，好家伙，他吃鸽子肉喝鸽子汤啊，但是呢。这种水土不服的这种东西，也不是马上你是能补回来的，没有办法啊。等你基本适应了啊，你的这个假期也到了，也回来了。所以说呢，还是啊，这是这个基本上是3个月啊，不是3个月，3岁时候啊，基本出现的状况。后来又5岁的回时候啊，回去一次。5岁的时候回去那一次呢，基本上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。对不起啊，打个喷嚏。哎，算了，最近感冒啊，不是最近过敏啊，这个我这个流眼泪儿，这个5岁的时候啊，回去啊，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好像又可以能吃了啊，就先到现在也回去，当时吃的好吃的，现在还记着，因为我们也要回去了嘛啊，还记着回去要吃什么好吃的，单子已经列出来了。这次回去呢，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还是啊，我带他去的医院，去了医院，他有什么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这个。也是皮肤上的问题啊，皮肤上的问题，他那个在这个眼睛上面啊，就是上眼皮上面啊，起了这个一堆这个白的，好像是小小那个皮爆开了，好像就是像是这种也不是 rash，好像就是比较红啊，比较红，而且起的是白的，好像爆皮那种，应该是像湿疹什么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啊。然后我就去这个门口的这个医院去看，我跟那医生说，哎，这个怎么回事？医生说，好了半天啊。什么措施也没用啊，什么措施也没用，所以说呢，我就说，哎，也许自己慢慢就好了。对小孩来讲，他好像他自己不太觉着啊，也没有说来回揉啊什么，是这种感觉，好像不太，对他没有什么影响。但是大人看着这个，不太舒服啊，就是像红彤彤的脸上就是起了一堆这白子呼啦的东西啊，然后呢。回到了美国这边啊，回到美国这边，因为当时也没有多少天了嘛，反正就回来了啊。我待了几个星期就回来了，回来得去这个家庭诊所这个家庭医生那儿啊，就开了一个就是涂的 hydrocortisone 啊，涂药往上一涂啊，涂了2次啊，马上就好了啊，马上就好了。这是18个月啊，3岁啊，然后5岁啊，然后后来又回去了啊，后就很多年了，又回去了，那时候已经大了十岁吧，基本上也是啊，回去没有什么大问题啊，还是水土不服啊，吃东西啊，那个跑肚啊，那个上吐下泻啊，就是还是这些问题啊，水土不服。所以说呢，这是我这边的啊，我这边小孩的，哎呀，有一个共同点啊，共同点，当时我那位呢，给这个另外一家看一个小孩啊，是小女孩，是小女孩，她是，也回去了啊，回国之后，他父母说，哎，挺好，什么事儿没有，也没有什么，这个水土不服啊，该吃喝该喝能可能吃了，什么都能吃，能吃能喝能睡，挺好。但是呢，他到我们家我一看，哎，和我小孩啊有同样的问题啊，什么问题？就是眼睛上面起的这个，就这白的，就这东西啊。我说，哎，我这眼起的白的东西啊，他父母也没说什么，也许不在意，也许是怎么样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一看啊，跟我小孩起东西一样。我手里正好还有我这个小孩留下的那个药啊，还没有使完，我就给他这里眼皮上涂了一点啊，涂了，马上你去，就是说你今天涂完，明天你就看这效果，因为他每天都来嘛，我就涂了几次，也就涂了2、3次啊，基本上这就好了啊。所以说这是一个
我发现呢，跟我小孩的一个共同点啊，也许你们小孩也有共同点，上吐下泻啊，这个水土不服，这也是共同点。但是我所见到的啊，我所亲身经历的，就是这个皮肤上的问题啊，这个皮肤上的问题，所以说呢，对我来讲啊，那你要问我说这个小孩到底要不要带小孩回去，会不会生病啊？我说，按照我的这个经历啊，和我个人经历和朋友方面啊，我说基本上啊，你做好啊，这个小孩会有生病的这个准备啊。但是你说问我这个要怎么预防啊？预防呢，从健康方面来讲，我说如果你是小孩是1岁的，或者是婴儿这些呢，是几岁的啊？在这边呢，一定要把一些疫苗啊都打全啊，疫苗都打全，不要漏过任何疫苗，因为这应该不是太大问题啊。你如果这边父母都比较在意，都是这个儿科医生都定好了，定期是去检查或者这个打疫苗啊，不会太大问题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对大人小孩都适用的啊。在我特别我出去旅游，在美国这边也是，在中国那边，我对吃的东西啊非常的注意，尤其是回中国那边啊，生的蔬菜啊和这个水，我非常的注意啊，非常的注意。尽量我喝这个瓶装的这个纯净水啊，我基本不喝这个什么就是农夫山泉那种叫什么矿泉水，我喝这个purified water 啊，我喝的 purified，我觉得 purified water 更保险一点啊，或者 purified water，生蔬菜啊尽量的我不吃啊，也不让小孩吃啊，这就是我比较注意的，这是呢我所能做到的啊，能保护自己的最好的方法啊，保护自己和家人最好的方法。没有其他的方法，我觉得，还有啊，就是说这个，如果你说这个，听听我的建议啊，要不要带小孩回去啊？这个还是啊，这个你自己做最后的决定啊，看你自己的承受能力啊，看你自己承受的能力怎么样啊？如果你觉得小孩是大病也好，是小病也好啊，你不怕麻烦啊，你都可以承受的话啊，那你就带小孩回去啊，带小孩回去。如果你觉得啊，这个怕麻烦，像我就来讲就是比较怕麻烦啊，你说我比较怕麻烦，也比较担心这个小孩的这个健康的话啊，我觉着还是最好等大一点啊，到3岁以后啊，应该会好一点，要好得多啊，3岁以后要好得多。